欢迎小朋友们 ，OK， 老师要你们拿出课本还有作业簿 ，OK， 课本写上一页两页 ，OK， 作业簿也是写上一页两页 ，OK 可以吗 ？OK， 然后今天的日期是星期三， 2021年9月22号，来写上。OK， 可以吗？小朋友们，来，我们打开哈。OK 啦，我们要复习，我们要做这一个 ，OK， 可以吗？来，我们看哈。OK， 来，我们看啊。小朋友，请你把丫丫和比比买的东西圈出来。OK， 来，一套校服。OK， 丫丫买了一套校服。三件上衣，两条裙子，一条连衣裙。OK， 我们一个一个来圈啊。OK， 一套衣服来圈，一套校服，一套校服圈，一套校服要圈一个还是两个？一个，对不对 ？OK， 来，三件上衣，他要圈多少件上衣？三件，来，我们一起圈一、二。三件 ，OK 可以吗？两条裙子，还要圈多少条？两条，来，一、二 ，OK 可以吗 ？OK 来，一条连衣裙，来，一条连衣裙来圈 ，OK 可以吗？OK， 来，我们看 BB 呀 ，BB 买什么？三顶帽子 ，OK， 两条短裤，一件衬衫，四双袜子 ，OK， 来，三顶帽子，来圈三顶帽子，一、二、三 ，OK， 两条短裤，来圈两条短裤，一。OK， 来一件衬衫，来圈一件衬衫 ，OK， 四双袜子 ，OK， 来我们来一起圈啊，一、二、三、四，四双袜子 ，OK 可以吗 ？OK， 来我们作业簿拿出来。OK， 来。看图连一连。OK， 我们要看他去这个地方要穿什么。OK， 你看这个小男孩去哪里？幼儿园，幼儿园要穿校服，很好，来画线。OK， 然后丫丫在做什么？丫丫在哪里？在他的房间，对不对？在房间他要穿，要睡觉了要穿。睡衣很好 ，OK， 来，这个小男孩很热，在流汗了哦，太阳很大，他应该穿，他应该戴什么？戴帽子，很棒，来画帽子 ，OK， 来，这个小男孩，他裤子太松了，他应该要绑腰带 ，OK， 可以吗 ？OK， 可以来，我们看下面。看图配词，校校什么？这校什么？校服很棒，来写服，一撇，二横折钩，三横，四横，五横折钩，六竖，七横撇，八捺，来写上校服 ，OK， 来帽子，来直。一横钩，
二弯钩，三横，帽子。OK， 来我们看下一个啊，来腰什么？腰带很好，来一横，二竖，三竖，四竖，五点，六横钩，七竖，八横折钩，九竖，腰带。OK， 睡衣，一点，二横，三撇，四竖钩，五点，六捺，睡衣。OK， 可以吗？OK， 我们今天的课上这里哈，拜拜，小朋友们。